我们很好。OK OK， 再次把掌声给我们的学子们。Hello Hello， 听到听到，好帅好帅，好帅！我们热情还不够，各位，热情在哪里？哇，厉害了！今天哎，今天好像出来了，镜头，今天好像，今天好像天气不太对，天气很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但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珠江生，我们的珠江泉水可以帮我们降降温。但是心里是很热情的。我就是不想淋到大家，所以就没下了。哦，就说你说下就下。而且我来的那一天就下大雨。哦。就前两天。就洗了一下尘了。对，就是来的那一下，仪式感来一下就好了。仪式感还是有的。对对对。最近好像看你在抖音上非常的活跃啊，有。刘德华，然后又张学友，非常的有这个意思。四大天王是不是都会来一个这样的？今天不来哈。对对对，留在抖音。你来吧，你，我看你蛮厉害的。好好，给我一杯忘情水。好，不要了，你主角了哈。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才一大天王，还有三大天王，你没上。四大天王，我们期待你的抖音吧，好不好？因为你的更精彩。今天很开心，请到我们的狮子Lion来到现场。那么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有一个颁奖的环节，我们先把我们的领导请上台来，好吗？好，好，我们掌声有请到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斌先生上台，有请王总，来，掌声有请王总。我们知道呢，其实珠江啤酒呢，珠江泉生呢，摇滚学院呢是致力于发掘摇滚音乐和啤酒的内在的联系。首先我想问一问金腾，你自己觉得我们珠江泉生的口感怎么样？哦，非常棒。哎，我最爱珠江泉生，对，就跟我们狮子 Lion 就是完全的契合，完全的密合，真的非常感谢。是。那王总，这一次请到我们狮子Lion来担任我们全新的代言人，有怎样的期望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的，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对珠江泉啤酒、对珠江泉生的支持，很高兴我们能够和萧敬腾和狮子乐队一起合作，请他们成为我们珠江泉生的代言人。这个我想啊，今天我们要聘请萧敬腾和狮子乐队成为我们珠江泉生生辉环摇滚学院的院长，耶、yeah! ，好不好？好哎，耶！狮子院长，大家喜不喜欢萧敬腾啊？喜欢。喜不喜欢珠江泉生？喜欢。谢谢大家。来，这样我们先请王总把这个可以说是聘书哈，给到我们狮子 Lion 的手中，一起来一张我们的大合照。来，看到前面哈。好，恭喜萧敬腾和狮子 Lion 成为了我们飞凡摇滚研究学院的院长。啊，王总是迫不及待了，我们拿一点学生，珠江学生上来哈。其实我知道其实呢，我们狮子Lion呢昨天还有拍一支全新的 TVC 广告。对，拍了一支广告昨天。我们在现场呢有一个仪式感啊，刚刚说了萧敬腾说呢非常需要仪式感，我们呢还引小杨彩杨帆哥一起来拉环，一起来碰杯。新产品，让我们一起拉开群生1997，打开更好的自己，好不好？来，我倒数好吧，各位，准备，3、2、1，打开更好的自己，一起把杯子，我们推向镜。
挡脸，不要太挡脸，可以低一点啊。来，一起干一杯珠江陈升。好，九七陈升的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棒，拉环设计也是非常的棒。哦，你看，你看这个泡，对吧？太好喝了。这个可以打开更好的紫锦，所以呢，泡也更多、更丰富一点，好吧？先谢谢我们的，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给一张纸巾啊。王总，这个酒刚刚这一下口感怎么样？突然感觉到，这个真的好喝。不是黄婆卖瓜，这真的是好喝啊！相信真的是好喝，太好喝，太好喝，对，真的太好喝。大家的话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而且它是那个方便的易开罐，直接拉就开了，就不需要找那个开罐器，非常方便，然后非常好喝。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哎，谢谢。啊，跟我们金藤先生又来个热情的拥抱哈、啊，然后台下先休息一下。常喝常有啊，珠江啤酒，我们多喝一点点。好，谢谢王总哈、啊，继续今天呢来到这个舞台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从可能是广东各地或者全国各地来到广州，这条是我们广州的中轴线。从最前面那个中信一直到后面啊，广州的中轴线哦，最中心的地方，对对对，就在这里呢，在我们广州塔的底下一起来聆听萧敬腾狮子 Lion 的声音。接下来会继续有怎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呢？很多很多，对，把舞台交给你了。好，各位热情拿出来，继续有请狮子 Lion。 你们以为这样就没了吗？刚刚唱的这个歌你们肯定没听过，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唱，刚才唱的第一首生而非凡，这是我们为珠江陈升写的一首歌，然后再过几个月就会跟大家见面。然后这个歌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专辑版本跟一个现在这个珠江陈升的版本，然后两个版本都非常棒非常棒，然后今天我们第一次唱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歌。接下来再唱一首歌好不好？也是我们的一首歌。Don't break my heart。是我的错。
每年都在这边相聚，好不好？珠江啤酒希望每年都要请我来，因为我们太爱珠江啤酒了。你们也爱珠江啤酒，对不对？我唱一首新歌好不好？这个新歌在网络上面已经听得到了，但是最新的专辑都还没有发，但是这个单曲呢是可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美丽丑与我。
我们是 Lion， 我们是狮子 Lion， 你们有听过我们吗？有。你们今天听到了吗？听到了。喜欢吗？喜欢。刚才那首歌 Lion 就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也是最具代表我们的一首歌 Lion。 接下来你们还想听吗？想。唱一首情歌给你们听好不好？好。我们的情歌也是甜死人好不好？好。想听吗？想。等一下，这首歌也是第一张专辑的，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在听这首歌以前，我们来听一段鼓的秀。 Let's go。 你却如不可思议，他好久没
最后一首歌 It's My Life。
感谢狮子 Lion， 感谢张继腾，谢谢。希望下次在广州快点再见到各位，希望下次在广州再次看见我们的狮子 Lion。 在这里呢，也再一次要感谢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广州珠江啤酒对本次活动的主办以及大力支持，谢谢。可惜六首歌非常的够诚意，再次感谢狮子 Lion， 下次见。拜拜，下次见各位。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拿起自己的随身的物品，以及我们下一次我们珠江全声